2022台南免检，台南五月音乐季咧，将在新化区虎头埤风景区举行。市长为着今仔四月十八日亲自主持记者会宣布，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古镇会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徐振能处长。市议员沈振东、活动创办人孙和平先生及各单位代表拢到场议会。观光旅游局古镇会表示，今年五月音乐季又即将在虎头埤展开，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大家，可以携家带眷一起来参与这个在森林里面举办的最悠闲、最独立的独立音乐节，欢迎大家。那今年的音乐节有没有什么特色？今年音乐节哦，我们有28组来自台湾的、国外的这个音乐团体之外，还有4组哦很有实力的原住民的一个歌唱团体哦。那其中还有来自我们台南的，他去年还得了这个金曲奖哦，所以我觉得精彩可期。那另外今年呢，我们也搭配了这个我们的当地哦，我们的镇守宫的十家团，以及我们多元的这个市集，还有我们很多有趣的 DIY 的课程。那另外既然是来到森林里面的音乐会，当然我们会有一些跟森林亲近的活动，比如说像攀树这样的活动，我们今年也是会继续来举行。其实我们希望更常见，因为 ASO 总是对为台南带来很多欢乐，为台南带来很多繁华，为台南带来很多城市的这个进步。所以我觉得从 MayJ 哈，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, and may will be with you. OK， 所以哈，那个我们很希望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May 节不仅是一个音乐节而已，它代表着台南吸引人的地方，代表着台南对环境友善的地方，也代表台南的文化的地方。所以说，将来在就是说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，礼拜几？礼拜六、礼拜天。5月1号6日。六日嘛，那第一个礼拜是我们要以后要记得 May Jane， 然后第二个礼拜就是母亲节。是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很希望说接下来的这个活动，能够结合除了音乐爱好者之外，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一个结合，包括我们可能也希望说，有一些新创工作者，他也可以在那边摆个摊子，让很多年轻人，可以在一方面你要听音乐啊，他也可以有一些他新创的活动，或 maybe 这个我们的青农也可以去到那边有个青农市集，我们也可以跟西拉雅合作，来在那边有怎么样的一个活动。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话，会把这个 Main Jam 越来越让更多市民参与的层面越广，这是我们很期待的。那甚至于那个活动结束哈，5月1号结束之后，我们可以动员所有的参加的人一起来把环境整理一下，那也是有环保的意义哈。我觉得其实这很谢谢 ASO 哈，谢谢 Michael 哈，那个能够让带给台南这么美好的事物，我们希望说我们持续下去哈。那个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， and May 台南 be with you 哈，谢谢，感谢。音乐季将在4月30到5月7日两天，在新化区虎头埤风景区举行，共有28组团队参加演出。4月30日，东港安排新化镇守宫十家将团的带来精彩的传统乐团表演，与国际音乐季的共同交流，精彩可期。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。